跟轴是中国的吗？啊，对，这是我们公司的。这个如果要挂这个门的轴位，能挂吗？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只要你拿那个可以挑门的，我们就可以抄了。对。可能想到要买那个 AutoCAD 的软件，要在马来西亚33万块嘞，有版权的。啊、哦。那个软件，画图的软件，在马来西亚的话。啊、哦。你如果没有版权的，就仿冒的就。其实咱中国这边用的很多都是仿的。啊，那。这换刀了，换了另外一把刀。明白了，现在开始有点明白了。这是另外一把花边刀。我主要还是要开手刀动，现在流行开手刀动、啊、用电脑，不要用人工、啊、一会儿我的电脑给你，我的顾客全部有这种 CNC 已经有了、啊、没有的人要买，那些考虑到市场的那个要求啊，那个慢掉了，他们就没有打算买了。这整个一套走下来，也就是说加工这个门要花多长时间啊？中间的那个轴就已经装好了。那个还会走吗？它那个左右的那刀是全部都是正转的哈、啊？啊，对，它都是正转的。可以做一个正一个反吗？可以。那个我跟我们技术已经确认过了，没问题。这现在在打锁孔。还可以吧，现在越来越朝那种多工用的那种，对，带锯了带排座那种机械化的。是分两次下，分三次下。这个最好，这个最好应该是分了两次下的。那这个走第三次了，走第三次了。老总来一位，老总在哪？